嗨嗨嗨呀，大家好哈，我是那么错。那我们今天是要继续玩我们的 Slay the Spire 啦。然后一样的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加个赞。然后还没订阅的同学，马上订阅吧。然后我们今天还是要来一个自定模式。然后这位同学说，全选嘛。然后除了圣经作乱，圣经错乱赞美异色跟金光闪闪标选以外，然后其他都可以选。但现在还是多了这一个，我觉得。我觉得我们就不要先学无尽吧，好不好？神经错乱不用，是不是？赞美金蛇不用，好，金光闪闪也不用 ，OK。所以我们就大概这样子。无尽等之后想玩手再试试看吧，然后全选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走吧 ，Let's go。这样子没问题吗？哦，种子马出来了。好，我们走吧。这是什么？每回合开始拿这个，但是在卡牌奖励画面的话会减少2。好，然后我们拿冰淇淋跟这一个，然后这边选牌，我们选交锋好了，来一个抓鸡，然后抓鸡，消耗获得三格挡，这个好像没什么作用吧，对啊。好吧，拿吧，这边回收好的蒸汽，破灭、切割、无尽、偏折，再破灭好了。哇，我这边要选什么啊？我只剩下我只有一条血，雷暴还是毒物？毒好了。哇，不是这样吧？战红呐，飞跃算了，三朵好了，走吧。那个，这个也太虐了吧！先回收这一张，然后再战红，这些放这没关系。然后这一张，这一个，然后这一张抓鸡。苦痛，好，没事，活着。这边我们先回收，回收你好了，再回收你，让我们用这一个，用这一张，这一个，好，破灭啊，打不出来，没事，不会死 ，OK。这边就先丢这几张，飞跃丢掉，苦痛打下去，再打，抓鸡，好，磨刀石 ，OK， 好，我们还活着。这边只能拿金币，不要乱来。哎，商人，哈哈，万能药，其实我们可以拿万能药，如果我真的需要的话，我觉得我不如把这个丢掉，我们买一个这一个 ，OK， 可以了，拜拜，走吧。回收这一张。我先丢这一张，再回收这一张，破灭打下去，然后交锋打下去，好，战红丢掉。啊！灵魂形态就没办法啦喂。这个先丢，这个先打，这个先丢，再丢这一张，这个打下去，毁灭丢掉，好，可以，没事。火装，这个我要放什么啊？放这个好了，走吧。啊，打不死了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先把这个放这没关系，偏折先丢。回收掉这一张，然后这一个破灭打下去，好，这个打掉啊，哈哈哈哈，卡牌啊，完蛋了，先丢这一张，好，我先把这一个放这，再这一张破灭打掉，这一张打掉，回旋打掉。偏折打掉，天啊，打不好动！跳跃，交锋打下去，
这个打掉，这两个打掉，完了，没关系，呵，先丢，蒸汽丢，啊，好，没事，破灭打掉，再打破灭，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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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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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活着，还活着，活着，活着。自己死定啊，哪一个都不对啊，放手吧，好，这里先丢翻滚吗？我先喝这一个正气，先打，这个先打，好，破灭打掉这一张，先打，再打这一张，好，还没死，活着。OK， 这个先打，再打这一个，这一张，这个丢掉，反正还会回来，感觉没差，好烦哦。好，先丢这一个。先把这个放回去，我们用掉这一张，好，这一个偏折，这一张，这一张再丢，交锋打下去，这一张打下去，这一张用掉它没关系，这一张打下去啊，丢不出来了，尴尬啊，不要打我，拜托，看在我那么可爱的份上，这一张，这一个在这一个，拿走这一张吧，再打，再啊，丢不出来。好，到底是谁出这个牌组啊？好虐啊！等一下，好苦的，走吧，钢笔尖，好，哇，这个我先丢这一张。这个先丢掉，好，这一张，这一张，这一张，八七六 D， 这一张，这一张，这丢，这丢，这丢，啊，好，然后这边先丢蒸汽，这一张，这一个，这一个，这一个，好，拜，呼。芒果哦，我有命啊，我有命，我总有命啊。先回收这一张，蒸汽先丢，再丢蒸汽，再丢这一个，回圈先丢，这个先砸，再砸，这先丢，这先丢，这再丢，再丢偏折，再丢翻滚。再丢抓急，再丢蒸汽，再丢这一个，啊，丢不出来了。好，这个先砸，丢这一个，再丢这一个，再丢这一张，这个拿走，好，拜。哦，天啊，超危险，这里。先丢破灭，再丢破灭，再丢这一个，这个拿去，再丢，这个拿去，这样我们就无限循环了。好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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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你要掰了，掰。OK，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然后我们拿到熔弹，好，这边只能休息。哎，等一下，休息不对啊，休息血量够了。先回收这一张，战红，随便啊，先打掉一只，好，休息，我们血量又变回来了，我的天啊，可以不要这样子虐我吗？好 ，OK，OK， 好，哦，唱歌碗哦，有唱歌碗了，哦，有唱歌碗了，可以。啊，血量又变一滴了。
回响形态，我先炸红这一张，然后我再用破灭，有没有啊？有 OK， 然后这一个这一张 OK， 先打起来啦，不要变成那个形态啦，兄弟起来啊！完了，跑到我防御模式我就炸啦我就炸啦，助理先把这一个放回去，再把这个放回去，再这样子 OK， 这打去 ouch， 这打去，不能再丢，不能再丢，再丢可能会死掉，先丢蒸汽翻滚，这个喝下去吧，够吗？应该够，看样子应该是够的，应该够，够，没事，还活着 OK 呀，这样打哦，好慌啊，我感觉这样子没有什么不同呢，再这一个 OK 霸士32，有，我们都够了，现在是要刷那个攻击的东西出来啊，灵魂形态，完了，我要被打了，先用翻滚这一张，这一个啪 ouch 啪啊，我打死吗？这个用掉没差了 OK， 用这一个，再用这一个，再用这一个破灭来 OK， 没死，我还活着，OK， 其实如果我拿这个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啊，好想试试看哦，试试看吧，反正就看一下吧会不会完全没有啊，好先回收这一张，这一个先来，再回收这一张吧，没关系，再打下去这一张，这一个飞跃啊，完蛋了，这一次啊，我死掉了啊，是一个那个那一位同学，这个死得好惨啊，怎么办啊，那么喜欢的话可以按个赞，然后一只手找我的最新影片，这一集超短，死到超快，没关系，以后不是以后了，还是不要玩一滴血啊，一滴血好恐怖啊，我每一场都在提心吊胆的，结果最后还是死了，好，今天就到此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所以就拜拜。